你嗰只喎，你俾嗰只喎，嚇，有湖啊，你晓得你只只，你只下你趴架上冇只，伊会喷架龟头卡。无啊，都即马才爬起来尔，啊，搁吹电风，搁迄类，伊都，不过唔只会家己惊伊寒着，唔只会家己围架呢。有哦，较早较少回啊，我那会想讲，阮两个拢要做安尼，家己烧炭自杀在遮安尼。阮小弟仔讲，你唔通哦，你若安尼吼，我哦做下迄间厝会无人爱哦，这间厝我小弟仔会啊。哎，黄小姐啊，啊恁，爱搁较晚才有来啊？哦，好啦，有要来就好啦。嘿妹，都是安尼妹，啊你药啊敢听好啊？要袂哦，作为你药啊，敢会使？即马拢一个月才来一摆，安尼敢会使摕较济呢？药膏遐啊，抹的啊，做香港卡的，啊，甲抹脚床被的啊。人生就是安尼啦，坎坎坷坷啦，安尼起伏足大个，安尼是讲若莫遐大吼，较袂遐艰苦啦。起伏若伤大吼，较艰苦啦。快活的时阵啊，雄雄哦，你跌下来安尼吼，迄款感受吼。都拢会想对死的去啦，嘿啦。信吼，信吼，妈妈讲啥你听有吼？有哦。我即摆也好好，也会当甲伊做伙。有一天的时阵，若袂当做伙，就袂当做伙啊，遐才拍算啦。我都拢安尼想啦。啊，我即摆都也会做。啊，我都无看，我都唔知啊。石头来吃药啊！你知影这药是吃啥物啊？哈，吃药卖遐歹性地啊，啊性地较袂夹起来安尼啊。紧吃，人个药做个医生连伊过来啊。啊，这内底个物件咯，单位啊有高个，拢是伊弄破个，玻璃嘛拢搁换过嘞。好好，点啊，点嘞。伊爱含一个啊，才吞会落。伊这颜面有受损。迄哪也有袂讲一个就吞落，嘿啦嘿啊，好哦，好啊。13岁，读国小5年的时阵，发烧，干那发烧尔，都昏迷不醒啊，住院，去住50天至2个月拢昏迷不醒。伊讲伊查不出来原因啦。即摆45岁，民国65年生，啊已经35年啊啦，已经人差不多35年。哎，你顶下恁着，无啊。国小5年级时，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昏迷，改变了施杏红。他2个月后奇迹似的苏醒，却变得难以控制情绪，有强烈的暴力倾向。有当啊，一半摆会甲拍我问讲，啊你为什么安尼？伊讲我唔知啊，迄吼神经的关系啦，迄脑神经的关系才会安尼啦。伊家己嘛唔知安怎，为什么会安尼？伊这吼，自头是会惊，
较早是会行，不过这六七年吼，因为伊拢动手动脚，会甲我拍到规身躯全硬灰乌青，啊，所以家住下来吼，就会脚手拢无力啦，啊，无力就变作袂行啦，安尼啦。然而，廖英琴已经73岁，要照顾45岁的杏红，着实感到吃力。啊，就是跟你讲，拄啊好，因老母这个体格啊，那无安那，洗清楚好嘞啦。迄几只有的来，有的拢来到门口尔，伊就讲伊抱袂活嘞啊，袂家洗身躯啊。我真爱困嘛。每个月，台北慈济医院的医护人员会到家里为无法外出的杏红看诊。我甲伊用1.75，这一礼拜，啊，我想讲无爱创啊坐下，无用啊坐下，伊拢足静的，足跳的，什么拢会跳完的。哦，我派伢咧一直落去，啊，大家拢做。啊，伊是平常会给人家打的，对。对安尼。好。无，我是尽量都原来无爱伊，互伊安尼。就讲油啊，不是好面，买来食，不过挡袂牢啊。他之前就是有脑部有受伤，所以他行动力啊会有受限，啊，因为可能影响到一些脑部的功能，所以他的一些冲动控制，还有一些情绪的部分就没有那么稳定。那有时候他表达不出来，所以手就会去挥，那可能用到那边照顾的人的妈妈，她也很辛苦。还好目前有那种就是用长效针的方式。那我们可以每个月来打一次针，就比较不会那么辛苦。囡仔到月十、月十一、月十二、月做一届五岁啊。哎，哦，你才有点开。我安尼啊。十四、十五、十三，再来是十二。十二，啊，个，十二，十二，再来就是这个。十二，十二，会定点。哎。安尼拄好。啊！伊就人艰苦的时阵，伊做伊老跑，我才去法院家申请离婚。伊的负担拢摊伫我的身上，安尼。啊嘛，小过嘛，过两年呢。过要离婚啦，头啊都是离婚通知啊，才过离婚通知啊，才过什么意思？30多岁就一直改款款到50岁的时阵，伊去住8年，迄8年哦，才有小可休困一下。啊，60岁佫改娶倒来，我拢嘛一直做都袂哦。我这两三年啊，60到70差足济呢，无同款，无迄个体力呢。这嘛不是办法啦，总是嘛是生生拢爱解决的。虽然讲无解治疗严重，按不一滴一滴嘛，有啊，尤其迄时啊，做个便所的水臭毛毛。哦，对啊。啊，这段就是较。因为伊过年前啊，就开始意识会老啊，就对啦吼。
啊，有人有来修理一届啊，就是讲迄热水器憋气啊，安对无吼？结果修理落去的时阵，唔是。吼、哦，啊伊嘛无钱啦，伊讲啊，万一若搁修理，搁毋是的时阵，我搁搁加开啊啦吼、哦，所以工程就一度耗落啊安尼，所以除了因信奉安尼洗浴区，会到时政府人员家洗浴区用的水了，伊其他拢毋敢想去便所用安尼，就着惊搁共漏落去安尼啊。啊，咱即卖吼，有咱的思想要来甲咱整理嘛，系啦，吼、哦、对无？啊，咱最主要是咱信奉。无地去个啦，嘿啦，无地住，唔知要家己，嘿啦，家己吼搬去倒安尼啦。是啊，啊，着做陈秘书讲讲吼，做会使去住。实验。会使住，毋过爱我家己去顾，啊，我家己去顾，我着袂容易去顾安尼俩，请无看护着对啦。请无看护啊。嘿啦，伊要互咱陈秘书讲要互咱住，啊，毋过着是请无看护啦，安尼啊。安尼哦。从2012年起，慈济之工开始定期来关心这对母子。2014年还为信宏送来一张电动床。老弟，孙仔，你安尼歹行啦，你要退出来，你退出来。我们今天是麻烦师兄帮忙把这个电动床搬来，因为这个案主呢，从去年他的那个手脚日渐的萎缩，都没力，那妈妈必须把他扶起来，那扶起来或翻身都要费很大的力气，所以妈妈常常就是腰闪到啊，或者就是肌肉拉伤。那我们就是觉得说他需要一个电动床，那也经过跟这个案主沟通，觉得这个电动床确实对他很有帮助，所以今天就麻烦师兄师姐，然后从我们环保站回收的电动床搬来案主家。哎，之前阿母是迄个没有激动，没有激动就想一下而已。电可是就来，要长电先跟了吧。这张电动床直到今天仍在使用。看见妈妈全心全意照顾信宏，让志工深为感动。你看信宏啊，一天倒二四点钟，啊，伊两点钟就家冰心一届，啊，若食饭的时间，伊就家抱落来，迄椅啊，了一块椅后会坐，啊，家饲。足伶俐的啦，逐天哦，床巾拢爱换，这床巾拢爱换，逐天的啦。不管热天也好，啊是寒天也好，拢爱换起来洗。伊都惊因的迄囡仔大人啊嘛，惊万一若是迄尿渍啊、渍者啊是安怎个味着无吼？伊惊有迄味，所以逐天拢家己换床巾、换被啊。一生感觉伊即摆全身的性命就对啦，就拢一只囝的身上安尼就对啦。哎，刚比赞，赞，哎对，盖印章，哎，很棒啊。费用的话有没有哈？修缮的工程哈，就由我们慈济基金会啊哈，慈善这部分来帮忙他补助这样子，不然的话他没办法来完成这个任务就是的啦，因为他也没办法来修缮啦，因为他修缮这也是一个大工程啊，所以他从过年到现在为什么迟迟不敢做就是这样，就是没有钱。孙兄在要来载椅啊，这两只椅啊爱载去安尼啦，啊，剩的都是内底的安尼，因为这，伊都爱伊私人救护车，伊另外伊会来载，啊，师兄是讲只载物件，啊无啊侪物件去遐，无通啊用啊，伊敢若要困在冰心，都爱用三粒枕头啊。因为爱冰心啊，看要对，即嘿，即个无，即个讲暂时无，干焦即只变盆鱼甲即个即只椅啊，啊，搁只物件，嘿嘿，只个拢是。这交阮处理得好啊，姐姐辛苦啊，你看。袂啦。只物件，袂啦，一礼拜就着款啦。安尼吼。啊，想着都爱摕来扛，想着摕来扛，无，较冷个都袂记哩啊。够高气着。嘿啦，对啊。
今天信宏和妈妈要搬家了，他们要暂时住到旅社去，以便修缮家中的浴室。啊，本来无论创啥，我都是拢安尼啊，拢是叫私人救护车。私人救护车吼，伊甲咱用落，人因有在有咧拍地基啊，是啥物货啊吼，人因都安尼会甲咱用落。啊，你若叫迄富康巴士哦，咱爱家己落，啊，咱也袂当落啊，袂行。安尼啊，我抱安也安袂赢。啊，迄个救护车一坐爱偌济？车号1300-1500左右啦。管前西路，你知无？我甲你报对大人这直去到尾啊！吼。对劲，他妈好惊对劲。咱嘛做，阮小弟也去找，啊，迄是伫罗社的，啊，因为普通的拢爱坐电梯去。啊，迄个我较无介意，啊，拄好即间有罗社。我是改订10天，啊，不过若较早好，我就较早转来。结婚了？无啦，我呆啊。啊，都车坐咧爽爽都。今朝要用无？中午啊。今朝。啊，先我倒咧，才来用。嘿。啊，我先来甲试看卖下咧，就啊会啦。会得就去啦。啊，会，安尼，即，安尼去哩，嘿，啊，即安尼会啦。啊，即，啊，即个底我感觉较袂定位，下个时阵再来提。哦，伊个来当家务。嗯呐。即个当家来真好势啦。系啊。即摆涂骹遮，吼，即摆是漏水啦，啊漏水了了下，涂骹遮拢要搁翘掉，啊做防水，啊整个就用平啊啦，无搁做浴缸啊，啊迄管子底啊，内底灌破去，遮啦，即支是楼顶到楼下的那个排粪管啦。排粪管，哎，对哦，哎，啊唔得安臭诶。还好啦，因为。冲水，那大水量时候就会漏出来了。哦，现在这瓷砖拿来打，啊，土卡加拢爱剔除，啊，再个布防水层，啊，爱个做防水，啊，瓷砖再个打起安尼。是这样的，爱开挖点钱哦。浴室哦。就是全部的工程连换那个电，全部是80000多块。来看下，甲之前有差无？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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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白白面面，啊，来穿吊带啊，安尼。啊，你看你啊，搁有需要啥物？无啊啦，咱都甲咱做较好势，甲安尼啊，都啊有洗的啊，有用的，啊有食的，刷入去，搁内底啊，甲咱变到遮清气啊，要搁要求啥？安尼都做到足周全的啊。再。
赞，啊，做诶。逐项拢咧叫别人安尼，那迄是众生的钱，我嘛足无爱安尼啦。啊，我那真歹势，啊，着国不三种的，都无法度。豆豆好食哦，好食无？好食哦。妈妈每天照顾你，你有没有很感谢她？有。那你要不要谢谢妈妈？你跟妈妈说什么？感恩。漏水的问题解决了，浴室也焕然一新。杏红的欢喜和志工的陪伴，让英琴妈妈又有气力，马不停蹄地忙碌着，因为她有一个永远的宝贝。